女人在最美芳华的年纪嫁给一个六十岁的美国老头，面对照相机，小鱼战战兢兢捧着手花，任由老头的手放在肩膀，脸上堆满了尴尬的笑容。而这一切却是她男友一手安排的，小鱼没有其他选择，为了拿到绿卡，她只能听从男友的话。 美国的一家制衣厂内，嘈杂的机器声此起彼伏。移民局的突然拜访，使得小鱼飞一般躲到了楼顶边缘。这种情况几乎隔段时间就会上演，但是他并没有抱怨。为了心爱的阿伟，这些苦难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。在那个一生只爱一人的年代。 很多国人拼了命的移民，为了遍地黄金，为了心中的天堂，他们扭曲的不仅仅只是生活，还有爱情。办绿卡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，而最快的方式就是结婚，只要两万五就能够和老外假结婚。可是阿伟和小鱼所有积蓄也才一万多。 阿伟白天上学，晚上到菜市场打工。小鱼则是在制衣厂里拿着微薄收入。这天，他们遇到了欠下赌债的老马，他为了还债，只得答应假结婚。冥冥之中，一切又顺其自然。就这样，小鱼和他结婚了。小鱼从小在阿伟母亲的孤儿院长大，为了阿伟，他只身来到美国。在他的生活里，除了人间烟火气，也就只剩下了阿伟。但是，阿伟的世界是否有他？小鱼不知道。 或许没人知道，这天小鱼买了大螃蟹，阿伟满怀欣喜的取走了螃蟹，熟练的将蟹腿放在了小鱼碗里，自己则是享用整只螃蟹。之后，为了应付移民局的突击检查，小鱼必须和老马住在一起。老马的公寓又小又乱，人脾气又暴躁，小鱼每天都如履薄冰的过日子。这天，他将客厅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反倒引起了老马的不满。面对大发雷霆的老马，小鱼被吓得惊慌失措，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。 他不知道的是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。为了一张绿卡。 二十岁少女和六十岁的老头结婚了，虽然只是假结婚，但害怕被拆穿，他们还是住在了一起。在小鱼眼里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男友阿伟，吃点苦没什么的。同居的日子里，他们都相敬如宾。老马主动修好了客厅的闹钟，小鱼也会帮老马洗衣服。与小鱼的相处中，老马看到了生活美好的一面。这天晚上，老马精心准备晚餐，等待着小鱼回家，只是却等到了阿伟的突然拜访。望着眼前的一切，阿伟的脸色瞬间阴沉，他开始质问小鱼：“他老做饭给你吃。” 小鱼却只是淡然一笑，他所做的这一切，只是为了更好的跟老马相处。可阿伟并不这么认为。当天晚上，小鱼照常去了阿伟的房间，帮他收拾好了屋子后，开始写寄回国的信件。可是等到了第二天，小鱼都没等到阿伟回家。另一边，老马和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他变得积极向上。曾经的他流浪赌场，沉迷于纸醉金迷，如今却准备开始写书，受善良的小鱼所感染。 他也准备乐观的面对世界，有人欢喜有人愁。阿伟愈发的仇视老马了，他不明白那个眼里只有自己的女孩，如今频繁在他面前说老马的好话，于是他经常口不择言的放狠话。这种话让小鱼很受伤，一直以来他都围绕着阿伟转，很多时候是爱到极致，他才选择了沉默。但是这并不代表他蠢。我前一晚上到你那等了一个晚上，你也没有回来。<这 S 2> 阿伟瞬间语无伦次，紧接着开始咄咄逼人，认为小鱼不应该怀疑他的。随后故作生气，俩人不欢而散后，阿伟当晚便。 去了酒吧，待了一整晚。 二人之后都没再提及这件事，只是在他们的心里都留下了一道隔阂。很快，马上就要参加移民面试了，老马和小鱼决定临时抱佛脚。二人开始谈心，想要互相了解。小鱼的生活其实很简单，日常琐碎和阿伟。老马看穿了小鱼的心事，主动和他分享自己年轻时的过往，还劝说小鱼，人这一辈子要为了自己而活。两人边走边聊，那种质朴而又真实的感情，让俩人都感到无比惬意和温暖。一段感情一旦被打上了标签，最后都会变得。 支离破碎。阿伟和老马前妻等了一下午，小鱼和老马却迟迟未归，两个人都憋着一肚子气，觉得小鱼和老马肯定发生了点什么。好在移民局的人到来时，二人及时赶了回来。在应付完检查后，老马前妻开始阴阳怪气，随后带着行李愤然离去。阿伟则是一拳打倒了老马，他将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了老马身上，不仅是单纯的吃醋，更多的是对小鱼的不信任和对自己的不自信。他理所应当的认为，小鱼只该属于他。第二天一早，老马已经换好西装。 准备好出发，小鱼却迟疑了。他实在想不出留下来的理由。他早已明白。 那天晚上的彻夜未归，阿伟早就背叛他了。老马劝他多学会尊重自己，告诉他这本就是属于他的人生，与旁人无关。小鱼还是去参加面试了，整个过程很顺利，他如愿拿到了绿卡，却没有感到丝毫的喜悦。老马劝他回去跟阿伟说清楚，情人之间没有什么隔阂，说开了一切便通了。只是回到阿伟这边，他还在纠结小鱼和老马的关系，自己却张口不提去了酒吧的事情。这种逃避问题的做法，让小鱼这段时间的努力变得十分可笑。但是他仍旧听话去老。 老马家收拾行李，只是老马显得不太对劲，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，似乎是中风了。小鱼想要送他去医院，老马却不想再体会一个人待在医院的感觉。小鱼打电话告诉阿伟，自己想要留下来照顾老马。阿伟听完瞬间炸毛：“我只等你五分钟，就等你五分钟，你不下来我就走，你爱在那待多久就待多久。”江伟，你不要逼我。这是小鱼唯一一句强硬的话。老马于他而言是恩人，是知己。 更是名师。等到他回过头，老马已经去往了天堂。小鱼此刻十分平静，任由五分钟时间流逝，哪怕阿伟此刻就站在门口，他也一动不动。他明白两人之间的隔阂已经无法解决了。爱情很奇妙，他会让人全神贯注，也会在顷刻间消失殆尽。小鱼拉紧了房间的窗帘，就这么静静的站在了老马身边，独立又坚强的背影。 在黑暗中，此刻愈发的清晰。在感情里，从来没有一方单方面的付出。我们追寻理想的真谛，却时常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。感情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往往最后离开的才是情根深种的。玲珑头子安红豆，愿天下有情人心之所至，皆能完美结局。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到这就结束了。用心为您解说好电影，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